尊敬的各位好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参加婚礼了。今天在这美丽的蜈支洲岛，我想为我的两个孩子留下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。谢谢妈妈。因为孩子们平时工作比较忙，现在呢已经有了宝宝，连一场婚礼都没有办。别哭了，我也哭了，但不看见露露。作为父母，我真的有点惭愧，所以我想在这浪漫的时刻，我想给两个孩子补办一个简单的婚礼。我希望新郎以后是一个好丈夫，也是一个好父亲，对自己的太太要会疼爱。在以后漫漫人生中，你们要相敬如宾。要办婚礼。最后再次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，再生贵子。谢谢大家。啊、再生贵子，听懂了没？啊。现在有姜潮麦迪娜的主证婚人张红女士，请。各位嘉宾大家好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姜潮和麦迪娜他们一个在安徽，一个在新疆，可以说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缘分呐、啊。也祝他们美满的婚姻能为姜麦两家带来更旺的人气、更多的财气和更好的运气。谢谢谢谢。那咱们就现在先进行下一个项目啊。嗯，来往前点走，在中间啊。拜一下啊！拜一下，一拜天地，二拜亲爱的母亲，三夫妻对拜，对，这样你来。送入洞房，送入洞房，走，送入洞房，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洞房。